我面前呢是一个孙红梅，叫松红梅啊。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孙红梅，这个呢非常的好玩啊。然后呢，它一直没火起来，主要是因为啥呢？这个东西看起来像个小杉树一样，它的花量呢，就是那种若隐若现的啊，它不是那种像千头菊啊，甚至说满天星那种爆花的一个状态，它就是那种，哎，万绿丛中一点红的那种感觉。哎，这玩意儿非常的好养，咱们就说一下它的一个养护，非常的喜光哈。像咱们的话呢，可以地栽，但是得注意温度。你安徽就是秦岭淮河以南嘛，可以地栽。你要以北的话，地栽的话，估计就冻死了，是吧？耐寒能力就很一般了，尽量的维持在5度以上。那么呢，对于它的一个修剪呢，有的话说我整不明白，您可以随便剪哈，您看着点，只要下边有叶子，上面你就背背的剪，没事，你越剪它越密，越剪越密，好吧？还有一个就下面这种老的枝条，你在收到以后，这里面下面有很多那种干枯的老的枝条，你就可以稍微的给它修剪一下了，在里面带着也不好，好吧？对于它的一个用途呢，尽量的以那种松软透气的，您可以看到这个原土来的呢是一个椰糠嵌了一些这种颗粒性的一个粘土，对吧？你不管怎么配土啊，万变不离其宗，要么松软要么透气，这样才能找出好的根系。还有一个就适当的控水了。好了，接下来咱们入盆。那首先呢，就是咱们选择一个花盆了。很多的话说，老花友应该怎么样选择花盆呢？它首先要具备的一个点呢，就是一定要排水透气。这个选择什么牌子的花盆都无所谓，一定要排水透气。再一个呢，就是根据它的一个大小和灌幅了。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用这个的话呢，就太小了，跟那个原盆没什么区别，所以说咱们就循序渐进的来，可以换到一个大一号的花盆，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了，好吧？另外的话，根据这种比例来嘛，你差不多看着这种，哎，很协调，不会很大，不会很过分，都可以。当然了，这个盆不是它的极限，大家可以再找一个再大一号的花盆，不过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极限了。你再大了以后，它的一个排水透气就不利落了，好吧？很多的花友都是喜欢一步到位，就像我拍美姿一达有个花友也说，为什么小盆里边长得感觉比大盆里边还好？你小盆里边它活动得开，因为植物它更喜欢透气，根系才会利于它的发育，好吧？咱们循序渐进来吧，先换一个小一号的。像这样情况的话，很多的花友说，这个需不需要陶粒的一个垫底啊？您看那个花盆，是吧？它这个根系已经长到大概是这种程度了，你这个时候就可以不用加陶粒了，正常的咱们就用土。用土的话呢，还是我们家这种一个通用型的进口泥炭。接下来呢，直接哎拿出来一部分土，好吧，拿不拿出来无所谓。这个呢，由于它的一个根系和苗情非常的健康，有的话说我现在冬天能换吗？你看你们家里边的温度嘛，好吧，你如果说家里边很冷倍冷，你还养什么花？你先把自己养活了吧，挣钱好好买个空调或者工商地暖。哎，如果说很适合养花呢，这个您就可以按照我现在这么操作，加入一些肥，可以稍微多加一些，因为它是这个开花绿的。用到的是花了多优质颗粒控制肥，多加一些肥，这种可以往土里面去掺拌一些肥料的，垫底一层，稍微打个底儿，放上啊。埋的时候不要太深，尽量的让原本的这个土的表面呢，跟你现有要加的这个土的一个厚度呢，尽量的是持平，不要埋的太深。很多的花儿都是埋的太深，直接给闷死了，不行，这个是不妥的。接下来呢，咱们稍微给它造造型啊，给它弄正一下，修剪一下手。你要修剪这种枝条的话呢，你就可以用这种平口的剪刀了。它这个为什么剪掉？因为长得太瘦了，好吧？这种长得太乱了，就给它剪掉。另外呢，看一下上面有没有花苞。上面看着是没什么花苞的话呢，您可以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怕剪，您可以从这个位置都给它剪短一些。你像咱们刚来这边呢，它需要一定的适应周期。对吧，需要一定的适应周期的话，您可以给它剪了，因为植物有顶端优势，它本身就已经够长了，你再让它长长，它下面你看已经干了，该剪的剪，你可以剪的再狠一点，好吧？修剪呢，一个是为了更加利于浮盆，再一个呢更加利于它触状，等根系长满了，下面的一个叶子都长满了，越来越密了，这不好看吗？养成一个球。还有的花都养那么长，哎，老王你看我的，我看你啥呀，茉莉也养成吊兰，这啥都养成吊兰，到你手里吧。有话说这个能插活吗？谁知道是活不活呢？弄点土试试吧，就玩呗。你像剪下来的枝条，花友们，我不建议你扔啊。扦插的时候你就别放什么肥料了啊，树土，管它呢，爱活不活，能活活，不能活拉倒，你管那些干啥呀？本来就是个玩，对吧？就这么随意，浇上一遍透水扔那去吧，能活活，不能活拉倒。
活了就是一盆，不活对你一点损失没有啊，土晒才照样用。好了，日后呢就注意一个低温啊，不要低于5度啊。如果说低于5度的话，它基本上它还是面临一定的小风险，叶子落没了还好看。室内养护一定要给足光照，浇水干湿循环，永远这么个事。肥料的话咱们已经下了肥料了，100天之内可以不用肥。另外的话，你如果说家里面通风确实很差，光照确实不怎么足，还想养它的话呢，您就要适当的控水。另外呢，如果说很差事的话呢，您可以再用一些个这种杀虫和杀菌药。再一个呢，我是放到前面棚里面哈，我也是怕它带一些个虫子和病菌过来，比较害怕的。来加一些个小粉药，加一些小白药。好了，以后的养护就简单了，给足太阳，干了就浇，不干不浇，100天内又不用施肥。养花很难吗？看完有的话说会的不难，难的不会，没有不会的，稍微用一点心就行了。一篇孙红雷就到这儿了，松红梅啊，我是老花医，养花最专一，下期再见，不见不散，拜了。